灯希龙宫廷风发亮趣打火机 ，Hello 大家好，今日要同大家分享机器啦。今日分享嘅呢一款咧系灯希龙宫廷风发亮趣打火机。咁我哋可以睇到佢机身表面上刻着由法国嘅国花燕尾花。咁法国以燕尾花为国花嘅话，有三大寓意嘅象征：一系象征古时法国皇室嘅权力；二系宗教上嘅象征；三系法国人用燕尾花表示光明同自由。象征了民族纯洁、庄严和光明磊落，非常的奢华大气。红色、黑色珍贵搭配金色的奢华，这种配色的珐琅彩一直是受大众喜爱的，将宫廷的珍贵、奢华、典雅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关注我，打开奢侈品的大门，大了解更多不一样的奢侈品打火机。